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学长哥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美人姐姐。这外面的怪也太多了吧，我得赶紧回家睡觉。呜、哦，哎呦，这太帅了吧！我这一回来大变样啊！你别说，这比我当初见的还是好看了不少的。给你，你要的皮。那是肯定的呀，我是谁呀、啊？真好看呢。不过咱们快睡一觉吧，外面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这箱子也是时候该分类了。那我去把东西搬一下，先是工具，然后是吃的。石头也都拿起来，家里有这么多的木头，我怎么还总是出去挖木头呢？不是一种木头啊，家里的是白木，之前缺的是果木。哦，这样啊。这个箱子放作物，看看这些小麦，都是我一点一点种出来的，看着就开心。哎，花盆是用什么做的来着？这你都不知道了，灰沙呀，我给你弄去。哎呦，看看这老些鱼了，我就感觉这些鱼脸上写满了快吃我，我想被你吃掉，这我不杀一下感觉都对不起他们的感觉哟。哎，哈哈哈，咦，快乐。行了，这也一组半的灰沙了。哎呀，再收个地吧。不得不说，美人建这个家呀就是比我建的好看，看看我这小屋多温馨多可爱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别忘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